我是一个美甲师，也是一个导师。我会成为 Trinity 这个代理呢，是因为它的产品比较有quality。Trinity 产品跟别人的产品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它每一支颜色都有透过这个卫生局的认证。这个产品之后，顾客给我们的 feedback 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会持久到超过一个月，这样通常如果他们用外面的产品可能会一个星期多就会脱了。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就算是已经过了一个月，它的那个颜色的鲜艳度还是在保持的。我成为 Trinity 的代理之后呢，每当我们 fight 到 sales 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这个出国的机会，然后也可以去到美国的总公司参观。